哪里找？哪里找？哪里找啦？We got a one，糟糕，我的车，我的车真的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杰，欢迎回到频道。今天又来到我们的 Car Simulator 2。上一次呢，有观众说找不到那个门按钮，原来是因为我按了这个眼镜的关系。So let's go， 原来这个眼睛就是提示我们哪些地方可以用，而且这个还可以开窗户哎，厉害啦！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呢，也记得帮按个赞，按个订阅。今天我们就突破个1345个赞吧 ，Let's go！ 那我们今天呢，一样哦，会再看看有什么车啦。我现在钱是不多，很多人推荐我再去玩警察的任务，说最后可以拿到一把枪，好吧？那警察任务好像在。我们后面就一个，我们就直接解解看。然后很多人说可以抢珠宝哦，我是还没解到那个任务啦。待会如果解到的话，再看看是不是真的很好赚。来，警察的啊，射击场，该不会这个解完就有枪了吧 ？OK， 击中目标20000多块，所以是我人要下去就对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试试看。你看有这个按钮之后，感觉整个就方便许多，不然根本就不晓得。那还有一些观众在问说我的按键是怎么设定的，其实我还是一样用了两个按键在用这样子，可能是因为影片我剪掉，你们不会觉得说我怎么设定按键可以同时走路又可以开车了，其实主要是因为我用两组然后把它剪掉这样。好，来，各位来了，又来拿枪了，这个真的很像来靶场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我的准心在那边哦，哒，着火了。 OK， 为什么写着火了？是要开枪的样子吧， fire 就对了。On fire， 好嘞，没问题、欸。而且打过了之后，它那个靶上面呢，还会有枪洞的部分呢。我打10分，打越多，钱越多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子。呵，呵，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玩到很后面了，我们还在这么前面。哎呦，差一点没打到哎、我反应好慢哦，关老了哦。这么近没打到十分，对不起自己了是吧？OK OK， 哦，39600哎，还蛮多钱的哎，那这个可以重复刷对不对？这样我就有枪了，这么棒哦！那我们上车啦，去解别的吧，一直开枪也是颇无聊了。哎，前面又有一个警察任务哎，好吧，既然都在附近，我们再解解看看这个警察任务是要干嘛？追击，好的 ，OK，Let's、okay, go to crime 的现场，应该也是撞他们对不对啊？招标，糟糕，这边没入，我们绕出去一下，这台大 G 先给他 KO 吧，大 G， 拜拜，糟糕，我也翻，我翻过来，糟糕，这个我出不去，哇，现在离我500公尺了，他应该差不多又要过桥了。撞树也是 QQ， 拜拜了，1分10秒，还有1分10秒，26200块。这边呢还有又有警察，怎么警察系列这么多啊？今天都玩警察就饱了。上面还有一个歹徒的，我们等下可以再去解一下歹徒的，该不会就是要抢珠宝吧？这因为我们有了枪之后可以抢珠宝吧？这一个我看看又是什么呢？交易哦，好哦，来看交易长怎么样。30000块，大量毒品，所以是要去抓毒贩。现在有80000块了，等一下看可以买什么车。有一些观众建议我先不要买房子，他说买房子哦，其实比较浪费钱，可以先买车库就好。我们等一下看看好了，看看加一个要多少钱。我不晓得加一个要多少钱。哎呦，哦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哦，还开着游艇，开着大 G。各位，来来来，我只有15发子弹，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这样我之后如果要抢劫怎么办？我们还是拿棍子好了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只要开车去撞那些土匪就可以，反正他也不会对我们怎么样。哎、欸，贩毒啊！我打爆你啊 ！Come on，Come on， 来啊，来啊！这逃打你啊，抖 M 啊你啊，还敢贩毒啊？啊、哦，各位，我们要立大功了，准备要赚大钱了，发大财了。我先把我们的后备箱开起来，下次如果还要遇到这种，我们直接开警车撞就好，就不用那么麻烦了。超级豪华的、欸、哦，这游轮，来 ，We got it！ 我觉得今天算顺哎、欸、上次比赛的我觉得比较难一点。好，到了到了，直接拿回警局了啦。30000块，赞！还有哦，
我不要一直解警察的，一直解警察的好腻啊！来吧，我们先看看上面这间，说不定我们已经有的可以买了。其实野马还不错啦，不会说不好啊。你看撞车还是撞得赢人家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买保时捷了吗？我猜应该是还不行、啊，还是可以买大 G，、欸、买大 G 也不错啊。可以吗？不行，依旧还不行，毕竟这个没那么容易。血液很难用台币买，这不行。那这台可以买吧？偷车贼才可以哦。好，跟我们去解上面这个小偷的任务好了。偷车，我们来到这个偷车的部分了。哎呦，真的是偷车哎、欸！偷车贼，50000块哦。这边都是车库哎、欸、哦，请撞击，来吧。对啦，哦，偷这个哦，大 G 耶，难怪他说这个偷完偷车贼任务就可以买了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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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、欸、这台好看呢吼，它仪表板比较先进一点点。19秒 ，hurry hurry， 哎、欸、啊，就偷回来这里哦，什么鬼啊？50000块，新车已经登录车行，坐起坐起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刚刚是偷这台啦，这台可以啦，26万，我们再赚一下，再赚个10万，我们今天就买大 G。走，我们先去强盗的部分。这边有个硬币啊，16个喽，所以我们还有24个没有吃到。好来，各位来了，看看这个要干嘛？哎呀，真的是这个了！大家说这个可以刷赚比较多钱，珠宝店抢劫案，82000哎！没想到在这个手机游戏里面也可以抢劫啊，太厉害了！而且还是抢珠宝店了、啊，这间了、哦，哦 ，G 珠宝店，好小一间哦。拿了、欸，所以这个都可以拿、欸、啊！打开后备车厢，哇哩嘞嘞，我是放太远了，所以我这个都可以拿走，好多首饰都可以拿走，每一套都给他拿走。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抢3C店一样？这看起来比较像手机的盒子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。然后旁边还有写你的金额有多少钱这样子，其实时间应该都是蛮足够了，所以不用太紧张，赚满了就可以直接买很多车子了。时间不太够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我还要换。剩下20秒，剩下20秒，我们还有400公尺，应该可以吧？其实还蛮赶的，因为我还要换按键哦。剩300，可是中的话就有很多钱了。100公尺，转弯就可以，转弯就可以，转弯就到，转弯就到了。OK， 啊、哦，不错嘛，到了，老爸，我已经把珠宝给抢回来了。哈哈哈。12万哦，一次12万哦。OK， 好，跟我们再做一个任务就可以了，我们就可以去买大 G 啦。这边还有一个，我们再解一下这一个任务。好，来看这个警察会是什么？我们今天几乎都是解这种犯罪相关的，又是追击啊，3万多块哎，那这样我就有30万了，非常的多。阻止入侵者也是入侵者，前面还后面？前面三台嘞，哦，越来越难嘞。先撞前面那台，好不好？先撞前面那台，快撞到，快撞到了 ！We got it！ 哇塞 ，Jesus！ 别走啊 ！Come on！ 这威龙了，这威龙，这威龙，这威龙，跑到沙滩上了，快点看，还有一分钟，还有一分钟，我觉得有机会。先撞前面这台，哪里走哪里走哪里走啦 ！We got a one， 糟糕，我的车真的，哎呀，另外一台直接撞我啊！哎，我有机会过关了，这一个过就可以，这个就1公里了。第一次被犯人跑这么远呢，现在不晓得他位置，现在40秒了，快快快快快！500、400、300、200。他卡住，他卡住，快点 ！K 到了一下 ，K 到了一下，快快，37秒，好紧张啊！卖照，水哥姐嘞，哇哇，哎，3个很猛哎、欸，34600，太好了，好啦，买车啦！但我今天应该没有钱可以改装了，我们先买，然后等一下去看一下加一个要多少钱。这样子、哦、你看这里有4个车库的，哎，这个要多少钱？6万块就可以哦。哎呦，这样子价格比起来好像比家便宜吧？家我猜应该也要个几10万要吧？我觉得还是这间车行啊，看起来最漂亮。各位，26万6300块买了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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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看一下，先看一下，
我觉得这个颜色比黑的好看哎。后面呢？后面可以开吗？后面可以开。哎呦，也是这样开的呢。各位走吧，那我们去看一下家卖多少钱。来到这个老大附近的家了，对不对？我记得老大附近的家就是这里啊。这间哦，哇，30万呢。这现在要30万，但是可以停3台，然后那边6万块可以停4台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要考虑看看你到底要不要花钱买一个家。那家里会不会有什么功用呢？我也不晓得，还是单纯只是放车买爽的 ，I don't know。好吧，各位观众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差不多 Car Simulator 2就玩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记得帮按个赞，按个订阅，也不要忘记我们的1345个赞吧。我们就下次 Car Simulator 2再见，拜拜。咻